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卡蛋。这次2.0更新，总共增加了16位新的居民，其中的8位是旧代回归，另外的8位是最新被设计出来的新岛民。现在的日本网站也开始在做新岛民期待排行榜的投票了。今天就要来看看这8位岛民目前受欢迎的程度，来看一下他的名次，顺便来盲猜看看。这些岛民的个性是什么样子的个性？因为中文版的内容还没有推出，这边翻译的名字只能当作参考，大家就将就一下吧。首先是第一名兔子岛民萨萨，有跟美玲一样的大眼睛，看起来很有气质，我猜应该是元气个性的小动物吧。它是目前分数最高的岛民，而且分数比重差距很大。相信更新推出之后，会给原本的岛民排行榜一个名次的大洗牌。再来是第二名吉野，感觉这只鹿岛民很像那种神话里会出现的神兽，头上那对角很美。它是我这一次第三喜欢的岛民，我猜它可能是成熟个性的岛民吧。第三名松鼠岛民角树，这只感觉很梦幻耶。看起来很像那种从精灵仙境来的居民，也是很漂亮，可能是普通个性的岛民吧。接下来要报的第4名是我最喜欢的猴子岛民天胜，这只猴子超级可爱的，感觉应该就是很顽皮个性的一个岛民，可能是因为很像孙悟空的关系吧。目前猜他应该是那种会武术的运动健将。我猜他是运动个性的岛民。接下来的第5只老鼠岛民丽卡，这只老鼠的造型比较像那种疯狂科学家的感觉，我觉得它好像随时都能做出一些很帅的高科技仪器。只是通常科学家刻板印象啊，都比较有自己的脾气，所以我猜可能是暴躁个性。附带一提，它的英文名字翻译过来是培养皿的意思。第6名章鱼岛民吉格，终于又出现了一个机器人的岛民了。看到他就让我想到青蛙岛民江江，他们该不会是亲戚吧？会不会所有的机器人岛民都是丽卡制作出来的啊？不晓得，就是乱猜。这边也是听听就好。章鱼算是动森里面数量比较少的岛民。目前已经出来的章鱼岛民有3位，2个男的，1个女的，分别是暴躁个性的章鱼、普通个性的章丽娜跟悠闲个性的章婉婉。因为已经有2位男的岛民，我猜这一位应该是女性的岛民。因为她的眼睛很有精神，感觉起来很有活力，我猜可能是元气个性的岛民吧。接下来的第7名岛民是老鹰岛民奎因。这只算是本次新增看起来相对成熟的岛民，就直接猜它是成熟个性的小动物吧。接着第8名，也就是最后1名的岛民仓鼠岛民马里奥，这个名字一直让我想到马里奥。这只是我第2喜欢的岛民，没有想到名次在这么最后哎，好可惜哦。这只我赶快帮他投票补一下血这样子。感觉他很像那种有自己独特品味的英国绅士，会把自己打理得很好，会穿成这种正式的感觉，就代表他对自己的形象应该是很要求吧。我猜可能是自恋型的岛民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好啦，这边就算是全部都猜完了，现在就期待更新推出之后，看有没有猜对个性。如果说大家也有自己想要猜的个性，也可以在留言底下来猜，这样感觉也是蛮好玩的。等到时候官方推出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岛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个性，有没有猜对。好啦，上面就是目前新岛民的名次排行榜，还有岛民个性猜猜乐。现在日本网站也还在投票中哦，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投票自己最喜欢的新岛民，就赶快到影片资讯栏位，就赶快到影片的资讯栏位点选连结过去投票吧。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，马丹美。